第四十四代不如密多尊者，西天二十六代，南印度德胜王之太子，决心跟随婆舍斯多尊者出家。祖师问太子说，你要出家是为何事？不为别事，不为那事，不为俗事，那又为何事？当为佛事。太子本具慧性，即允许出家之求，在王宫受具戒。偈曰：真性心地藏，无头亦无尾，应缘而化物，方便乎谓智。